黄小黄的条件跟你咋比呀？首先那个就不够高，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力底下走过去。还有，就是他这个名儿起，黄小黄，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？这边是啊，还有啊，最让我受不了的，就是他那个脾气，都说女人是老虎。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。黄小黄是啥呀？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，啪啪啪，那家老倔了，就最后啪，最后先别这个了，你话好像有点多了。多什么多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，我的梦里都是你。小字儿，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，这话能说不？不用你告诉我，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，是吗？是不是的？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？叔，你看见了，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。就是你说他走下力底下时候来的。都听着啥了？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？还拿了把叉子，呱呱呱呱的。小黄啊，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，你信不？不能，你不让我见证的吗？这不是。小黄啊，能不能听我解释？那我看不能啊。小黄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你瞧瞧，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，你瞧三番五次的老晕倒啊，人家这护士都不敢了。你不是个胆小的人呐，是不？你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，你那个时候你不英勇啊？你啥都不怕，怎么今天在这嘎就过去了呢？你不知道，我勇斗歹徒，歹徒的血我不怕，我怕我自己的血。我一看我自己的血我就晕，晕血还分你的我的他的，你就是个胆小鬼，就是你才是。不是，那行，那你把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那段，你跟这个护士讲讲，你让他相信。对呀，你跟我说说来。我这个人做好事不留名，我从来啊，我也不接受记者采访，我不愿宣传。你行了，你就是个胆小鬼，就是啊，你们俩是胆小鬼，行，来。我现在就是公交车上那个歹徒，来，你把我制服了试试，你让人看看。我在公交车上，我一个手治歹徒，就像你这样的，我不用手就治你。一个手？你用啥一个手治歹徒啊？我得拽着把手，要不然一拐弯我甩出去了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好，把住他那个手，别让他玩了。好的。我怎么可能玩？就是你把住，你把好了，没用啊！把好了，来开始啊！小戴，哎，别管闲事儿，知道吗？管闲事儿，我让你好看。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没看见，还则罢了；我看见了，今天你就姓小逃出去。不服是？我还治不了。来来，我往哪儿跑啊你啊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我不服！行还不行？我不服！你不服是吧？哎，走一个！给啊！我走了就。哎，哎呀，还差一点，我差一点不服。再来一点！哎呀，怎么样？够了！服了！这你还跟我这，我脚都没用上，他这忙活半天，我也不……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刚抽的，你的血。妹妹，我跟你说，我来咱家修锁了，我锁修好了，恁这伙计把我就当一小偷了。你说他脑子缺啥？缺根弦儿。他缺心眼儿。我就是个修锁了，他非说我是个小偷。啊，你俩是修锁的啊？误会啊，误会，误会你个头啊你！王小倩，你天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，人俩人就修锁，你搁这闹腾什么呀？还把我家门给我踹坏了，咋整吧？那师傅，要不你再给修修门吧？
再给一份钱。哥，钱不是问题，修好了录音机都可以给你。哎，你说好没？那这锁我修了。兄弟，我求你个事儿，但磁带得还我。为啥呀？这里边啊，有我妈最爱听的歌。哪首啊？朝花夕拾杯中酒，寂寞的。你说你唱来的是个啥呀？嫌我唱的不好啊？啊！你唱，有能耐你唱，我就不信你能唱我死。唱你唱。这么着，哥，你露两嗓子让他瞅瞅。我现在我修锁去。唱来的是。他什么都能看出来，其实是这么回事儿。我有一个小学同学，从小我俩一块长大，对我特别好。然后呢，他这两天来城里找个工作，没地儿住啊。我寻思让他在咱家凑合两天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我看出来了吧？就我这智商，那我跟你说，你就这点事儿啊？直说呗，没事，让他来了住我屋，正好是个伴。行，对呀，来就来吧，也不差你一副碗筷了哈。好。可是那个，我得先跟你们说一下，他这人吧，说话有点直，直好啊，说明人实在。你看你大姐夫，这心直口快的，多好。哎，低调。我跟你说，二姐，直好，说明这个人简单、善良。对对，大姐夫说太对了。这人就是太简单太善良了、但是我得给你们提个醒、他这个直吧跟我大姐夫那个直是两股道、不能都是一个道的，我们都是同道中人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阿米啊，你这事儿办得不错。哎，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、对吧，这时候你伸手帮忙一下，这是对的啊。二驴子，这事儿你干得一点都不驴，大姐夫给你点个赞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啊，这个二米的同学来了都得热情，明白不？得给二米长脸啊！没问题啊！谢谢大姐吧，应该的。吃吃吃！来呀来呀，我同学，请问这是二米家呀？哎呀，还二米家小翠儿，二米啊，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啊？想死我了！可不，你一点都没变，瞅瞅把你胖的。攒点备鸡蛋，我给你下奶。没怀孕，拉倒吧！没怀孕能胖这样？肯定是男孩，要不然不能变这么磕碜。